那今天我们特别来找我们的梁柏林梁主任哈，他是我们国防 M61 期的，当时三种的骨科还有外科这一块的一个历史，能够刚稍微让我们知道一下吗？外科部呢是由张先林张老师领导，是那张老师领导之下有四位的大将，就邓公一个邓公，一个王公，一个文公啊，一个师公，对，王师奎文忠杰，对，邓树威，还有施存仁，就号称四公。对，我们在外科部大会的时候，开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四位先生就坐在第一排，然后其他的各科的主任呢，还有这个主治大夫就坐在第二排。在当总医师的时候，等于是每一个老师，你几乎都是要跟着他跟刀，跟着他当助手，第一助手。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开刀的时候有一些习惯，是特点，也不能说截长补短，一方面就是看人家，是一方面自己想，是就是有一些该怎么做，就慢慢自己也可以揣摩一些自己的一些感觉。是当时哈、我们知道说邓树威邓老师是在骨科这一块嘛，您对他最大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我们有一位骨科的台山祖师了，是后面常常叫他是祖师爷的邓树威邓老师。那么邓老师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，这个如果是有这种过错的话，特别是医疗方面的过错，做错了，这从外科部就离开了。我相信这也是从以前的老师一直传承下来带给你的观念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比如你开一个人工关节，对不对？人工关节就是最怕就是感染了，伤口一感染，你这个手术就是病人很痛苦啊，这个感染以后，这个后面的这个看着都怕，这你不敢不小心了、是，对，从邓老师以下，有马卓马老师，以前还有燕一喜、许万仪、邱文正、邵克勇，都是我们的学长啊，都是一大堆，都是跟在后面。在上班的时候，要求很高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聚的时候，聚餐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，就是聚餐的时候是聚餐。就像一个长辈带领这个家庭一样，感觉很好。你有跟过这个邓树威邓老师的刀吗？有。那您在看他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印象最深刻是什么事情？望之俨然的，记之也温嘛。那个对病人是非常仔细的。是。我们就从旁边呢，跟着他学，看着老师。他是怎么做，他觉得你稳，他觉得你看多了，当第一助手当久了以后，慢慢就放手。放手的时候他们还会在旁边看，他即使休息了，偶尔他会进来看看，哎，那俩或者是谁啊，怎么样，有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他又跑去休息的。那您对于马卓马部长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印象吗？我们骨科这个老师们呢，看起来上班的时候都是很严肃，然后下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如沐春风，然后马老师还特别要求我们的穿着，对，他总是希望说我们上班就是要上班的样子，一定要打个领带，我们的工作服啊，总是要看起来整整齐齐的。因为你这个医生如果邋邋遢遢的话，这个病人一看就是觉得第一个印象就觉得不是那么好。许万仪许医师许主任老师许主任，他对我个人可能是因为我是单身在台吧，我高中毕业就从海外回到台湾，从印尼回到台湾来，收入也不多。那么许大夫呢，常常这个就在外面兼差的时候，就是会带着我，而且他常常就是非常非常的大方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说他是超出我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。他对你特别好。他
基本上他对哪个人对大家都不错。因为徐老师本身他就是很和蔼可亲，平常讲严肃谈不太谈得到严肃。对于骨科未来，你期望他们能够持续的拥有什么样的精神？现在像我们有时候感觉上年轻的医生呢，比较依赖所谓新科学。新科学当然是有用的，所以你要诊断呢，要什么东西，可是也不要忘了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看病人，是耳朵听病人，手要摸到病人。就以前我们的文工常常举个手 my hand。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CT， 没有什么 MRI 这些东西。我记得施存仁施老师讲过一句话，那个给我印象很深，他说做医生呢，不需要是一个所谓这个 top IQ， 最主要是一个爱心，一个耐心。比如说我们骨科非常要求无尽的观念，那是从老师一直下来跟病人的沟通是怎么沟通的。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看病看得比较慢一点，